哎呦我的天哪，你的作文我实在是不敢念了。来你看，牛阿姨给爸爸拔管，拔什么管啊？爸爸后背着凉了，去让牛阿姨拔罐，不是拔管。牛阿姨刚开了一家养生馆，爸爸一进门就对牛阿姨说，老规矩。什么老规矩啊？然后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房间，就对爸爸说，把衣服脱掉先来上一管。啥玩意来上一管？是来上一罐，不是管。不是你这写错一个字，导致整篇作文都跑题了，知道吧？只见牛阿姨在不停地用火烧管，拔得爸爸嗷嗷直叫。牛阿姨就问爸爸，这个劲大不大？爸爸说稍微轻点。就这样拔了好长时间，终于拔完了。牛阿姨还关心地给爸爸盖上被子，说休息一会再来一管。这时爸爸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哎呦我去，你这个啥玩意啊，拔罐的罐都不会写。